就是那种不一样的风格吧，然后都把这个风格诠释得很好。我觉得他们两组是应该综合实力是在我们所有练习生里面最强的。那位日本的选手路易，对，就是我只能说专业的就是专业的，就是真的不一样。他完全是一个职业舞者的身体素质。我觉得他在组合里面是一个非常亮眼的存在，然后他的台风啊还有他的说唱都非常的好，但是可能在 solo 表演的时候他会有点紧张，但是我觉得他是那种有潜力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 idol。 就是因为很多很多年前，在我也非常年轻的时候，我有看过他们第一次面对观众的那个舞台，然后当时他们俩是在一块儿表演的。其实很多事情呀，就是我们知道，但是可能大家并不知道，舞台上是公平的，所以我特别不想评，因为其实大家是有可能不一样的感情吧。我是觉得就是有一点坐立难安的感觉，因为就是也就是见过很多次，还有就是从很小开始就待在公司里面的，然后就会觉得这么多年，然后还是他们的出道曲，就觉得肯定他们不只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今天会这个样子。我在做练习生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迫切和非常想要成团和出道的，所以我问了好多好多这样的问题，你们来这个节目是来干嘛的，和你们想来这个节目做什么，因为我是真的真的好奇，其实这个真的想成团的心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不只是一个成为有名气的跳板。什么豪神啊，在男团里面出现这种风格是很少见的嘛，然后就是他们给了我们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大家好，我们是美杜莎，我是队长杨一晨，也是我们队内的冷静担当。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和，我是我们组的气氛担当。我是艾玉坤，是我们组的小管家。我是 Hong Jimini， 来自越南，我是救火担当。很能吃啊，哎呀，真没想到了。你们怎么把这个组合改成这个名字？这个我们可以等到我们跳完就可以知道。OK OK， 我对你们也非常期待的哦。请加油 ，Let's go！ 眼睛都看直了。
我应该嘴巴就没有关起来过。他们表演完下来之后，我给吓到没话说，因为每个人的柔韧性都特别强，就是展现出了那种很曼妙的那种身姿。那个弄他们的那个 hips 那么牛啊，谁会扭那么厉害啊？啊，比不过。I knew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a sexy concept because of the outfit, but I wasn't expecting that sexy. Like I was like.Like the whole time, watching, I was like, you know. 我那时候还捂陈星浩眼睛，我就觉得很搞笑，就是感觉很多东西都不能观看，然后他们又说什么他们是美杜莎，然后就会觉得会把大家石化。아니이렇게선이다아름답죠我们四个见面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的性格是非常不一样的，可能是活泼的。可能是帅气的，可能是活跃的。四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仅仅只有男生身上的那种传统的东西，更有一种男性之美。그리고아이현은많이말랐는데도굉장히힘이있어요근데어떻게이렇게유연해요막다리가쫙찢어지던데因为我的专业就是街舞。얼반그러면따로혹시춤을좀보여주실수있는게있어요爱河呢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你别看他瘦，但是他就跳舞爆发的那个能量特别大，爆炸到我们每一个人。他的整个气质啊也好，都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漂亮和这么精致的一个男生？就是哪怕我跟他分在一组，那个组里边的歌那个 part 不适合我，我就每天看看他，我也很开心。我觉得今天很充实。네잘봤습니다다같이올라오시면될것같아요일단아이쿤의이중저음이보이스는정말약간진짜 CD 를틀어놓은것처럼너무좋았습니다이게사실계속얘기했던자기의강점을부각시키는건데자기의강점을너무잘부각시켰습니다우리아현은그금이렇게지금컨셉자체를이렇게여성스러운것도너무좋은데일단되게조금더강한어떤남성적인거에이런춤들도조금연습을해놓는게좋을것같아요왜냐면그게나중에는약간버릇이될수있거든요안도老师思君你有咩讲啊一开始大家做一个组合嗰个表演已经好好睇但是之后逐个仲好睇原来每一个都是那么精彩然后其他东西不多说了自己看吧全部一星太厉害了你